女孩子一定要有个这样的首饰密封袋，可以隔绝空气，防止氧化，这样喜欢的首饰就可以多戴几年了，拿出来还和新的一样。像耳环、项链、戒指，甚至手表都可以这样装起来，大中小号的尺寸都有，透明的袋子找起来一目了然，出差旅行带出门也方便，不怕弄丢了。